大家好，我是英子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基础步动作的一个律动，在夜步舞嘻哈里面的一个前奏部分啊，我在这里讲一下。好些人不会这个律动哈，我们直接先两脚跨出，向下蹲，手向上抬，一、二、三，先练习蹲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蹲的时候手向上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我们在嘻哈业务里面的业务嘻哈里面的是一个前面两排，这个是两排，一、二，然后胳膊在中间，三、四，拍手就行了。我们做背面啊，来向下蹲，一、二、三，蹲下就抬起来，蹲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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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蹲的时候手抬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我们再来跟一下业务嘻哈里面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 ，3, 2, 1, go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分享，我们明天见。